们先就从一个为主。那当初会写这首歌，其实是因为就是中科那个四期二零园区的那个案子，对，就我发现，就我觉得怎么这个我们活在这个国家是非常的荒谬，就是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生存的条件，然后每个人喊着经济发展，经济发展，啊，可是大家都没有人去思考10年、20年后我们的粮食在哪里？这样，那我们有没有新鲜的空气跟水可以用？这样子，就是大家像忘本，对，所以我就会觉得人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，就是我们已经忘记了，就是维系自己生命温饱的那个基本条件。那我目前就是从那个¡Gracias!